Working, stressful days every day. Sometimes 24 hours.
person. I am also a caretaker. That's why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treated as a animal or slave. I have day off every Sunday. I don't need to be here to speak, but I speak for those who work without day off. We want the government to centralize the hiring for the domestic care workers and caretakers so that our day off and our working hours will be regulated based on the labor law, not only based on our contract. 我请的看护就是他们看护工会的会员。那他在我朋友在跟我谈那一个他的劳动条件的时候。他跟我说，希望每周可以放假一天，然后可以放24个小时。我那时候想，每周放假一天很合理啊，放24个小时也很合理啊，为什么不行呢？那后来我一想，对，很多雇主他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今天是比较幸运，因为我除了我照顾我的父亲之外，还有其他家人一起照顾。那我今天可以来到这边，我也可以每个礼拜让我家的看护可以整整休假超过24个小时。可是其他的雇主，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总是把照顾的责任丢给家里，通常是女性。那如果女性她也要养家，需要两份薪水来养家的时候，那就是丢给我们的看护工朋友。我相信很多雇主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他们24小时的休假是请在他们契约里面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去多多宣导，然后把一些中介误导雇主、误导我们看护朋友的一些话，我们政府要好好把它宣导。那如果看护休假的时候，我们雇主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自己照顾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长照、我们的喘息服务也要适用到。我们聘请外籍看护工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的诉求就是，我们家庭看护工要周休一日24小时。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雇主没有办法让家庭看护工休假，因为照顾人力的不足，所以我们也希望劳动部可以尽快的落实补助，家庭看护工的雇主们可以使用喘息服务的补助，来让他们在外籍看护工休假的时候，可以聘请替代人力来照顾他们家人。那其实，在我们外籍劳工以及包含家庭劳工的部分，其实，在来台工作前都有跟雇主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契约。那这个也是经过来源国这边的做一个相关的验证。那里面其中有包含了避财的一个约定事项，就是说雇主应该要来提供这个外籍劳工包含家属要足够的休息时间，以及每周7天应该要休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约定事项。那这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劳动部也呼吁雇主要履行这个书面契约的一个义务。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在这个部分还可以去兼顾这个家庭看护工的一个休假的权益，以及这个非看护者的一个照顾品质的一个需要。那如果说在这个家庭看护工如果在这个休假权益认为有受损的话，可以跟我们劳动部的一个1955的一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或者是加当地的一个主管机关来提出一个申诉。有惩处吗？有罚则吗？Do you have any penalty to the employer if they don't get day off? And calling 1955 useful or not useful? No use! No use! No use. Wait, wait, wait! 1955 is no use! 为什么呢？没有用吗？没有用吗？请问有任何惩处吗？ Any penalty to the employer? 这个我们后续如果1955或者是劳工局都收到相关的话，我们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劳资争议。我就是这个我们后续都有。有哪一个劳工局要求雇主强制放假？有哪一个？先说有哪一个？Union now. So what is the use of the union if you cannot face us?
This is a right. How can we bargain a right? Human right is day off. Day off is human right. How about you? You have day off, but you never. You don't need to bargain your day off. But now we are here to bargain our day off. The word bargain is very, very horrible for us.如果长官不能够在礼拜天，不能够向现场承诺礼拜天可以见我们家庭看护工的话，那你明天就落实周休一日吗？就在我们契约里面有这么困难吗？明天就落实周休一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谢谢大家，没有假日，这是世界丑闻，世界丑闻，谢谢台湾。